欧巴登。欧巴登带这套技能组强不强啊？好像还好，又好像很不错。他不看到我嘞，反应这么快啊！你们继续追吧，反正我带双冷却，冷却加持续时间，哎、欸，不是持续时间，快顶，所以应该还行。先砍他一刀。算了，不给砍就算了，那我们回防。大跑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个板区太长了，真的骗不了。先踹一脚好了。你翻。这边骗一下走位，我也翻。公民使者走有点慢，但没办法。啊，差一点点，可惜了。没事，我们这边翻窗加速。啊，砍错人，怎么有来帮忙啊？怎么又为了人民啊，我的天啊。我刚好在插刀啊，我没有什么办法。这边直接翻没关系。翻刀加速。有咯，刀殃了你们。三台两人一挂，没办法、啊，为了人民就是这样了。为了人民，这只杀手没办法处理，其他杀手还有机会啊，但这只杀手刚好没办法处理。这边可能要追满血的会好一点。哇，这里的地形真是难盯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
多排在这剑确实很无解的啊。这边有翻向加速，然后小姐，所以这边骗下板绕过去，小姐。可以，再去吧，变强 ，OK。他们太多人来搞我了吧？是怎样？到底有多少人？对啊，真的是打团战哎！我们先特掉一个好了。阿戴威尔人民通常是不太可能带打头的啦，我就先特掉一只好了。我们这个技能组特人也比较强一点。翻！哎呀，刚好那个时间过了。哇，差一点。屁啦，这个没中，我的拼太差吗？三层杀戮呢？原来砍满血的是不会触发反向加速的，这能不能改一下？还是他又在抢什么平衡性之类的东西？我是觉得没必要啦。他大跑。哦，他也有为了人民耶，这个蝴蝶刀，他也有为了人民。哇，两个为了人民吗？这有点麻烦。这边我有翻窗加速加消解，应该是 OK， 可以解。我去逼门，我把他逼出去就算我赢。他想救人，被我看到了。哎呀，被压了。看来那个凯特应该是没有带为了人民的。哇，补好了，尤其是他还是补为人民那一个，这样麻烦了。我要赶在他拉到人之前，把他砍下去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了。
啊，没办法。居多居多，哦，感觉赢喽，感觉赢了。哦，十三，给我呸回来啦！为了人民真的很麻烦，给我呸回来了，赢了。GG。哦，真的很麻烦的，为了人民一个两个。三个，还好我们先把一个尼亚给打掉了。啊，这两个虽然还是有威尔，但至少有解掉了。他死嘞！他拔嘞！哎呀！这一刀直接穿过网路线，对他造成精神伤害。